各位哈，我们刚才有丢那个摸彩券的哈，大家现在都有没有投入进来了？不好意思，那个大家先回坐一下。好，那我们先请绿豆的那个理事长王美秀小姐先帮我们抽出前三个奖项哈。编号58号，58号哈，等一下我们签书会结束的时候，麻烦你到那个报到处那边来领奖。接下来是刚才58号中奖人是得到绿豆环保袋，绿豆环保袋哈，它的价值1000元哈。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奖项是绿豆 Polo 衫，绿豆的 Polo 衫，那得奖人是115号，115号。好，接下来我们抽出绿豆环保杯的奖项，绿豆环保杯的�奖项，得奖的是编号32号，32号。那等一下那个记得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到报到处这边来领奖。好，那我们第二个抽奖人是李小峰老师，我们麻烦小峰老师帮我们抽出我们幸运的得奖人。好，我们编号19号，19号哈，你们的兑奖联是19号的，记得等一下活动结束到那个报到处这边来领取绿豆环保袋。然后我们再请小峰老师，还有第三个奖项。编号73号，73号，你得到的是绿豆 Polo 衫。那还有一个奖项是绿豆环保杯，得奖的是112号，112号。然后我们一样活动结束的时候，到那个报到处这边来领奖。金老师，麻烦您帮我们抽出三个奖项。第一个是刚刚的。然后编号40号，40号您获得绿豆环保袋。编号6号，6号，您获得的是绿豆的 Polo 衫。再来是29号，29号得到是绿豆环保杯。等一下记得到会后到报到处这边来领奖。好，就像我们请那个周婉瑶教授帮我们抽出三个奖项。编号37号是绿豆环保袋，绿豆环保袋。编号91号，您得到是绿豆 Polo 衫，绿豆 Polo 衫。然后接下来49号是您得到的是绿豆环保杯。等一下记得会后到报到处这边来帮我们领奖。现在表吗？坐，谢谢。麻烦您帮我们抽出三个那个幸运得奖人。你要用台语来念吗？然后编号43号，你得到的是绿豆环保袋，绿豆环保袋。还有编号114号，你得到的是绿豆 Polo 衫。还有编号60号，编号60号是绿豆环保杯。好，我们谢谢四位做成我们的理事长，谢谢。绿豆环保杯，下一组。我们亲爱的绿豆听友哈，我们现场我们有可以缴纳那个绿豆会员的会费，绿豆会员的会费都可以在现场缴纳。那如果有听友想要加入我们绿豆会员的话，也可以到报到处服务台这边来做申请的动作。
给你董明珠献好。真的，谢谢您，谢谢。我要进来。对，你应该这样，我们如果没有跟上。